女明星出席活动着咩衫，不嬲就最有睇头，性感程度随时吓你一跳啊！早两日林心如就真系吓亲大家啦，佢现身一个活动，着住一条淡粉色嘅露肩连身长裤，听落以为冇咩睇头，被网民发现佢全程激突而似飞钉啊喂！见到林心如踎低聊 B B 玩嘅时候，胸前两点已经好明显，佢起身向前乌低身嗰阵，心口位亦都差啲走光，条片即刻喺社交网度疯传，有网民话林心如个胸型似冇戴 bra 真空上台，仲闹佢艺人应该要更加注意冇眼睇佢啊！不过都有网民帮林心如特点平反，话应该系件衫嘅剪裁问题啫，搞到布料突咗一块起身。不过咁啱喺个咁敏感嘅位置出事，就真系好尴尬咯。林心如身材就一向正嘅，33B 上围虽然唔系话劲丰满，但胜在成个 body 劲 fit， 望落啱啱好。之前着住件紧身衫，孭埋戒胸袋，上围当堂胀卜卜劲。长裤要 keep 得咁好，佢当然都好落力做运动啦，真系完全唔似已经47岁啊！其实外国10年前已经讲紧要 free the nipple 噶啦，戴唔戴 bra 应该系自己嘅选择，唔应该俾人批评啊！早排日本都好兴玩无罩散步噶，班靓女仲会摆片上 YouTube 添。另一位港女 AV 女优素海林都有玩噶，虽然艺人就真系比较少咁做嘅，不过可能林心如行得比人前呢。